现在要宣布我破产了。为什么就这样把公司卖给他？他出价最高。身为债权人，我要接管这栋建筑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收拾你最重要的东西，走吧。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李晨。喂！以后我们要住在哪里呀、啊？回到原点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下周一晚上8点，三只小猪的逆袭。One Boy 冰封一。